豪艳之巧取豪夺，奇巧之贵妃自缢，仙缘之南柯一梦，离魂之红妆还魂。将至，煞是死命修衣，望先生救我一命，救我一命，救我一命呐！大哥，几个弟兄弟，怎能欺？唱的不错，嗯。宝兄弟，哎，嫂子，都准备好了，还不快去作诗？哎，好啊，走走走吧。元妃十分欢喜，乃命传笔砚伺候。太丫头，轻诺相管，快走，则园中几处最喜者赐名。父又孝令众妹辈各题一匾一诗，以展才华，回宫留作纪念。元妃尤喜宝玉竟知题咏，乃令其另题园中最爱之潇湘馆、恒芜苑、怡红院、稻香村四处贬联，方不负自幼教授之苦心。他因不喜红香露玉四字，所以改了怡红快露，你这回子偏用露玉二字，岂不是有意和他争执了？况且这蕉叶之说也颇多，再想一个改了吧。这回子怎么想不起什么典故来？你只把露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。露蜡，可有出处？亏你今夜不过如此，将来金殿对策，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。堂前许咏芭蕉诗头一句，冷竹无烟露蜡干，你都忘了不成？该死该死，眼前的事物偏倒想不起来了，真可谓一次失了。以后啊，我只叫你师父，再不叫你姐姐了。还不快坐上去，只管姐姐妹妹的，谁是你姐姐？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，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。安乐你观世是薛林二妹之作，与众不同，非与姐妹可同列者。你写的是什么？黛玉
玉确实与宝钗不同。原来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，将众人压倒，不想贾妃指命一贬一勇，自是不快。因见宝玉独坐思虑，大费神思，何不带他做两手，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。三首，至少杏莲再忘一首了。既如此，你只抄录前三首吧。快抄了他们。至三更，元春方告辞家人，起驾回宫，不在话下。话说省亲过后，二府上下人倦力疲，园中一应陈设之物，两三天才收拾完了。这一日，东府贾珍大爷来请宝玉去看戏、放花灯。宝玉是极无事、最闲暇的，偏有因袭人的母亲一早亲来回过贾母，接袭人家去吃年茶，晚间才得回来。因此，宝玉换了衣裳，自己回过贾母，过去看戏。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《丁郎认父》，黄伯央大摆阴魂阵，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，姜子牙斩将封神，极无趣的戏文。闺女，好生回来一趟，怎么就跟丢了魂似的？快来吃花生。哎，哥哥帮我续杯茶吧。哎，这个怕是放不下府里的活计，更这一时片刻，只恐宝二爷出生个长短吧。哥哥怎可如此闲扯，不当我是咱花家姊妹吗？又当我是什么人呢？乔妹妹说的，我只是随口闲扯，却又当什么真呢？快看，下雪了。妈妈今天跟我商量过了，说叫你再耐烦一年，明年就到府上把你赎回来。谁让你们赎了？即使我当真，我就真当真，就算到死，我也是不回了。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，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，若不叫你们卖，哪有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？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，吃穿和主子一样，又不招打木骂的。况且爹虽没了，你们却整理的家臣也就复了元气，如果还艰难，说回来多倒点几个钱也还罢了，其实又不难了。这会子又赎我做什么？全当我死了，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。好好好，不赎就不赎，不回就不回。我的祖奶奶，你可别放这悲声，我这不也就是过过嘴瘾，哪有当妈的不愿意自己的女儿留在身边？我这不也就是唠叨唠叨吗？是啊是啊，况且你原是卖道的死契，好在贾府是慈善宽厚之家，
从不曾作践下人，只有恩多威少的。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事的女孩子，更比在家下众人不同。平常韩伯人家的小姐，都不能那么尊重的。妈妈和我不过是说说而已。花大哥，花大哥，花大哥，哎，就是这里了。哦，花大哥。哟，二爷怎么来了？也不曾听妹妹提起啊。二爷，哎，慢点，慢点。二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袭人，你也太胡闹了，这可做什么来呢？我怪闷的，来看看你做什么呢？还有谁跟来？没有了，就我们两个知道。那快进屋吧，米开县这么大雪。哎，快请二爷。了得，倘若碰见了人，或是遇见了老爷，这街上人挤车碰，马叫纷纷的，若有个闪失，也是完的。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。都是明言挑唆的，回去我定告诉嬷嬷们打你。哎，爷，您打着骂着让我引着来，这来了又推在我身上，我说不来吧，要不咱回去。哎，罢了罢了，你是来了就不要多说了，快进屋暖和暖和。只是这茅檐草舍又窄又脏，爷去怎么做呢？哎，二爷快请。二爷，你们聊吧，我在外边等着。明儿屋里坐吧。进来吧。不了不了，你们聊吧，把衣服给我。哎，二爷快进来坐，快里面来，快里面请。进来，来来来，进来暖和暖和。也不用白忙活，我自然知道。哎，来，二爷，这儿坐，坐吧，坐下。给你加点新的炭。我来吧，没事，我来。二爷，对。哎，果子也不用搬。也不敢乱给东西吃。给暖上。哦，既来了，就没有空去之理。袭人母兄原见袭人十分坚持，今又见他两个是这般境况，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，越发石头落了地。彼此放心，再无疏念了。哎，好好的，哭什么？啊，何尝哭？才迷了眼，揉的。哦。来，给我，给我，都给我！啊，别的妈妈越不敢说你们了，宝玉是丈夫的灯台，照得进人家，照不进自家的，你们只嫌他脏，这是他的屋子呀，有着你们糟蹋。来来，接玩接玩，越不成体统了。大家见识见识，时常说起都当个稀罕物，恨不能一见。今儿使劲瞧了，再瞧什么稀罕物，不过是这么个东西。哎呀，小心点儿，别掉了。看看，看看。你等会儿，等他们看完啊。真这盖碗里是塑料吗？怎么送给我去呀？快别动，那是说了给袭人留着的。回来又惹气了，你老人家自己承认，别带累我们受气。我偏吃了，起来。我就不信，他就这么坏了。哼，别说是吃一碗牛奶啊，就是比这更值钱的东西。也是应该的。难道他待袭人比待我重吗？啊！
不想想？我的血变的奶，吃的长这么大啊！如今我吃一碗牛奶，他就生气了，我偏吃。你们看袭人，哼，不知怎样，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，什么物？他们不会说话，怨不得您老人家生气。宝玉还时常送东西孝敬您老去，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？你不必装狐妹子哄我。大娘上次喂茶、撵欠血的事儿，我不知道呢。啊！明儿有了不是，我再来领。起开，起开，起开！坐一坐就回去吧，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。哎，你舅家去才好呢，我替你收着好东西呢。悄悄的叫他们看着，什么意思？哥哥，你去。霍雇一乘小轿，霍雇一辆小车，送二爷回去吧。哦，由我去送，骑马也无妨的。不为不妨，为的是碰见人。哦哦，好的好的，我就去。嗯。二爷，嗯，走吧。因怕人疑惑，宝玉从袭人家出来，特意又到东府里混了一混，方才回家。只见晴雯躺在床上，一动都不动。敢是病了，再不然输了。他倒是赢了，谁知李老奶奶来了，纯输了。他气得呀，睡去了。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由着他去就是了。宝玉刚一回来，就想袭人了，便命人去接他。怎么这么快就把你接回来了？怎么还用接呀？我自个儿想着就回来了。我还给你留着好东西呢，你等着，快把贵妃娘娘赐的那个唐装素料拿过来。你去吧，你俩去吧。你去了，妹妹。宝二爷东西被李奶奶给吃了。怎么能被李奶奶？原来是留的这个，多谢费心。巧我吃的时候好吃，吃过了好肚子疼，足的吐了才好。他吃了倒好，搁在这里倒白糟蹋了。可是我就……哎呀，二爷，我啊只想风干栗子吃。你替我剥栗子，我去铺炕。那不吃也罢了，我给你剥栗子吃吧。嗯。